Let me go 先发投手林化庆记者罗佩德社。记者林佑晨桃园报道 ，Let me go 桃园队先发投手林化庆今晚缴出七局七次三振失三分优质先发好投，自己虽因平手时退场无关胜败，但帮助球队以6-3获胜，自己也完成生涯最长局数先发。桃园队总教练洪一中赛后说，林化庆这场球拿出勇气，敢抢好球数，多数时候球数都处于领先，表现很好。林化庆自认今天状况不错，登板时没有多想，目标只有抢下好球数，但挨张志豪和高中学长许基宏两轰，他认为比较可惜，当时球数落后，不想保送的状况下导致失投。